这样不停着转呢。到了中午吃饭时间，发现了一个馆儿，人真的是超多，叫路环码头面馆。听说他们家特色呢就是吃鱼翅面，一般在北方长大的呢，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面。然后我们看看这个鱼翅面有是不是很奢华。不过我觉得是如果从保护动物的出发点呢，吃这个还是不太好的。就是呢，实在是没吃过，所以就吃这一次也没关系。这些都是鱼翅，我没吃过，我也没吃过，它只有这个吃过。这个是鱼翅是吧？对呀。哦，我没吃过。有人。我可能吃不太习惯，太腥了。海鲜的那种腥味儿，腥味儿特别大。还是那种不是很干爽，是那种很油脂的那种，油腻腻的，比较有点弹弹的。反正我觉得这个腥味是很大的，可能我还是不是特别喜欢吃这个。然后尝一下面，这个面据说是竹升面。面条真的是超级的细，面比较筋道，这个面还可以，有点辣辣的。就它应该是里面的辣，应该是来自白胡椒或者黑胡椒的味儿。汤还挺鲜的，汤是没有那种像鱼翅那么腥腥的味道了。来，你来尝一下。这个是鱼翅汤面，还有鱼翅汤饭。其实我觉得饭应该会好吃点吧。还是这些个海鲜的饭，还有一些咖喱牛肉饭。我们这个鱼翅的汤面呢是80元。然后我刚才还点了一个甜品，就特别适合女士的冰花莲子炖桃胶。这个是我们他要的桃胶，他们这个是已经都熬好的，放在冰箱里。如果你要凉的，就直接上给你。我要他要的是一个热的，所以他就帮我加热了一下。桃胶应该都知道，很多卖干桃胶都是自己在家里面熬的。这里面应该是有莲子、枸杞、桃胶，应该是放了这个，应该还有雪梨，很香。这样酱或者稠，我觉得应该凉的也挺好喝的吧。太烫了，还不叫凉的。我也是尝过你的，我觉得这个挺好喝的，不是特别甜，而且我感觉不知道心理作用，感觉我每喝一口，感觉就会变美一点，我脸上的痘就会少一个。所以这里面的呢，环境呢就是不太好，比较嘈杂，然后但是说话基本上看嘴型，听不见声音，应该都是游客比较多。